卡特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国王今天做客挑战马刺，虽以98-113输球，但是阵中41岁老将卡特 Vince Carter 狂砍本季次高的21分，而马刺40岁老将吉诺比利 Manu Ginobili 表现也不遑多让，一助15分，两名老将同场飙分也创下 NBA 纪录。根据 ESPN Stats， 吉诺比利美联社